好，我是乔欣，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画眼睛的方法。对，然后我就希望女生都能找到自己适合的妆容，变得更美更加自信。日前乔欣发微博并配文称，乔氏美妆课堂开课了，主讲人我。本节课内容如何画出一个整容式的眼妆，重点眼睛更深邃，学会眼眶发力，没跟上的记得找课代表补课。网友们也纷纷评论道，乔欣蛮有意思，上次直播说要出眼睛变有神的眼妆教程，还真出了，在镜头下素颜的皮肤还依然这么好，好羡慕啊，眼睛是很美了，大大的。乔欣是一位娱乐圈新生代影视小花，她的身材很好，也是一枚让无数女孩羡慕的腿精。乔欣私底下的性格很开朗，这些都组成了乔欣的特定标签，让她在娱乐圈里的辨识度更高了。怎么样，大家喜欢这样的乔欣吗？希望她以后越来越好吧。